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队长汤姆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？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10年，找出了他的真实姓名。酋长卡卡妮妮，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这只是一个代号。就比如特工罗拉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特工罗拉前方的特工两个字是代号，名字的罗拉才是他的真实姓名。但是我和学姐发现，队长汤姆这4个字全是代号，那他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呢？对此，我们来到了老版本中，发现队长汤姆十分多变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队长汤姆在老版本中是一个大胡子大叔，看来他十分善于伪装。队长汤姆在简介中写到过这样一句话，他是维和部队的特种兵。小伙伴们，看来队长汤姆这4个名字其实都是代号，而不是真正的姓名。今天我和学姐在迷你队长的简介中发现了他的真实姓名，小伙伴们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你们看，迷你队长代号1000，我们发现了他的真实姓名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他的真实姓名就是秦明华。原来迷你队长的真实姓名是这个，你们现在知道了吧？